们。这首诗歌好听吗？耶稣祝福我们啊、哦！好，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他的话语继续的会激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吃饭是吗？啊，每一个人都要喝水是吗？啊，所以啊，成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吃灵粮是吗？灵粮是什么呢？灵粮是什么呢？食物，小食啊，神的话语啊，啊，大食啊，大餐嚟噶，啊，神的话语就是灵粮，灵粮就是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粮食。啊，属灵的粮食，我们每一天都要的哦，不是每一个礼拜要哦，每一个礼拜，啊，我们聚集一起罢了，啊，每一天我们都要吃灵粮的，你要成长，你的属灵生命要长大，你必须要每一天都要吃灵粮，都要看圣经，明白耶稣说什么，那么我们生命才得造就的吗？如果不看圣经，如果不听神的话语，不听道，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成长哦。不能够成长的小孩子是这样的，整天都是爬地的，对吗？啊，整天爬地，更糟糕的，看到什么东西就放在嘴里面，是吗？哦，怪不得那些没有父母亲看管的 baby 啊，爬在地上啊，肚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有一次我在新闻看了一个很奇妙的事，小孩子肚子里面有铁钉哦，小孩子肚子里面呢、啊、也有那个 stapler 哦，那个夹纸张的啊，都会有的哦。为什么会呢？因为父母亲没有小心看顾他们的孩子，孩子什么东西都不懂的，看到什么东西，不管是硬的、软的、黑的、白的，什么东西拿了就是放在嘴里面，他们很单纯哦，他们的嘴啊，就是整天不停的，一定要看到东西就要吃，就要咬的，那就是一岁的小孩子，一岁以下的小孩子，对吗？啊，当他们长大了，三岁了啊，他们会懂得，啊，其实一岁的小孩子都懂得啊，苦的不喝了，苦的不吃了啊，要吃的是甜的。你看，慢慢慢慢，他们就学习，啊，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啊，更会选择啊。你看，人呢、啊、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长大的。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命也要长大，不然的话，啊，一百年的基督徒还是小 baby 这样，不行的，啊，如果我们是啊，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有五年了，我们就有五年小孩子的样式，啊，不要五个月的小孩子的样式，糟糕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进步的，每一天都要进步的。因为神要我们进步，神要我们成圣，啊，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也要我们圣洁。神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对，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可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不要进步吗？我们仍然要进步吗？对吧？不是因为你没有水喝所以你就啊死翘翘在那边吗？一定要去后面那边拿水是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话语。啊，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什么呢？道就是神。耶稣就是道，我们每个都要耶稣，耶稣是爱，
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谢谢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啊，他成就了我们，没有他就我们就得不到新的生命。所以很重要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当做玛利亚的会友，每个礼拜来到教会，不但来教会，我们在小组我们也可以查考圣经，我们在乐灵的小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神的话语，大大小小我们都能够看啊，我们都要认识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趁着这个机会，因为我跟师母在这间教会牧养三年了啊，这个月蕊啊就是我们满满三年的施工，所以我要今天跟大家回想一下这三年我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曾经读了怎么样的经文啊，牧师在台上曾经跟大家说了怎么样的鼓励的话，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常要审查自己的啊，每一个月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审查自己，对吗？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也要审查自己哦，然后啊这个接着我跟师母在这里三年的最后的一个礼最后的一两个礼拜我们也要审查自己，我们究竟在我们的教导里面我们得到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三年里面我们得到很多东西了，我们也要认真的去看待，不要只是这里听那边出啊，这里听那边出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把握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必须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看待的。这样子我们要审查，我们怎样子审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我们的泥土是怎么样子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有四种泥土是吗？基督徒有四种泥土，不同的泥土。一种泥土是什么呢？不干的，只是石头的。有没有看过石头的地上有没有草生出来啊？没有啊，干干的吗？下雨都不能够留下，全部沉下去，太阳是晒，什么东西都是热的啊，什么草都会死掉啊。如果我们的土就好像这些石头的话啊，我们听了什么话语啊，我们都会被骨干了，这里听那边出，这里听那边做啊。有一些泥土呢是怎么样子呢？生了很多茅草的，有没有看到很多茅草的地方啊？茅草的根很厉害，你知道吗？不要以为你剪了它的上面的叶子它就不会死哦，它更强啊，因为它的根很强的啊。我们要杀这个茅草，我们要买特别的药水才可以杀它的哦，茅草很厉害的。如果我们的泥土就好像很多茅草的一个泥土的话，神的话语进去，神的话语就比如说种子啊，种子放在这个茅草很多的地方，你说了这个种子会不会长大？不会哦，因为阳光被这个茅草遮盖了，就算它长大可是它的根呢比不上茅草的根那么强啊，最后完蛋死在那边啊。然后第三呢，第三种的泥土啊也是不好的泥土啊，因为这种泥土啊虽然是很好可是不能够储存水啊。有没有看到这些泥土很好可是得不到水分的？有没有？是什么泥土啊？黄泥土啊，
啊，黄泥土硬硬的的那种黄泥土啊，啊，种不到东西的，因为那水啊不能够储存的，所以种子放上去也是不能够长大。啊，小鸟飞来看到啊，把这个种子吃掉了。然后最后的一种土啊是很好的泥土，啊，我们学习种花的时候啊，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东西掺杂起来啊，有沙，有鸡粪，有一些泥土掺杂起来，哇，种的花很漂亮，很漂亮。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心，这个心我们要看看，要审查自己是怎么样的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泥土呢？当神的话语来到，啊，来到我们的心的时候，啊，这个，啊，神的话语就会，啊，慢慢长大，很正常的长大。很好的泥土所种的花都是漂亮的，明白吗？啊，外面的泥土你说漂亮吗？啊，不漂亮。外面的泥土是人不要的。人不要的意思就是说，下雨，这些泥土是从上面那边冲下来的，然后我就把这些泥土挤在一起种花了嘛。虽然看得很黑，啊，看得很黑，可是却不是很好的泥土来的，很多都是沙来的，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肮脏的东西啊。这种泥土最肮脏的，因为从外面那边冲过来的。可是呢，如果放一些肥料上去，啊，长出来的花也是很漂亮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正常的心，啊，怎样得到这个正常的心呢？就是要有神的话语哦，要有神的话语浇灌哦，花一定要水，一定要养分哦，才能够正常的长大。那么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有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更特别的话，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但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话语，同时耶稣也带来了恩啊，带来了这个圣灵给我们啊。耶稣跟父亲祷告，父亲，他的父亲给我们圣灵，我们也有圣灵在里面，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帮助，直到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很正确的明白，啊，神的话语是什么，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啊，他要带领我们做什么。啊，神的话语就是这么有用处的。所以这三年里面，师母跟我在这一间教会就是要传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既然来到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很正统的讲道方式，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把建立根基的那一套传讲出来，因为根基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间教会没有根基的话，啊，那么这间教会又如何啊茁壮起来呢？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神的话语，接着很好的步骤，这样子传讲出来，那么就好了。比如说我们建一间屋子，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地基，对吗？不但要有很好的地基，同时我们还要很好的柱头，啊，这里比如说神的话语就是地基，啊，我们建一间房子必须要建在这个，啊，很好的硬土上，那么风吹雨打这间屋子都不会倒。如果我们把这间屋子建在沙土上，那就糟糕了，苏纳米来，不要说苏纳米了，小小的风不就倒掉了嘛，那你可以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正确的
神的话语啊，很好的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培养起来，那么我们所建立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更茁壮。这三年里面，我帮大家帮教会放了两个大柱子，你知道吗？我帮助教会，我在教会这里放了很大很两条很大的柱子，这两条的柱子对教会的成长是一个根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两个柱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很正常的成长。第一个柱子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讲完，因为这个根基太重要了啊，所以这个柱子啊，我就以一年的时间去建立。我相信大家每个都有还记得吧？还记得这个重要的根基吗？哦，另外一个根基呢，就是最近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十六节是关乎到基督徒的侍奉能力，我们的侍奉能力是从那里来的啊？我们已经读了是吗？啊，我们的侍奉能力是因为耶稣他战胜了死亡，他从地狱里面把一切的那些得奖的成绩啊拿上天上，然后这个成绩啊交给我们啊，这些成绩就是代表上帝给我们的侍奉能力 ministry gifts 侍奉的恩赐。来，有没有孩子他们去运动跑了第一名，他一定拿了一个杯是吗？或者一个牌是吗？啊，这就是奖牌奖杯了。耶稣战胜了死亡，他在地狱那边把这些俘虏啊，就是这个奖牌奖金啊拿上来给我们，哇，很特别是吧？很特别。最近我听了一个新闻，就是关乎到啊，我们现在的那个羽球王啊，谁是羽球王？现在的姚明不是羽球王，马来西亚的李宗伟、李宗伟他在怡保那边帮死圣啊一间学校啊筹款啊，好像是什么忘记了啊，他把他以前的 racket 啊那个球板啊拍卖出去，他说这个羽球板呢我要拍卖，谁的价钱最高这个羽球拍就是卖给你啊，他以这样的方式来筹款，可是他却没有拿他的奥林匹克的那个奖牌啊，世界冠军的奖牌他没有拿出来，那是更有价值是吗？更有价值，他把这个奖牌啊卖出去得到这个奖款啊，这个款项交给这个一间独中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把他的
奖牌，哦，不是他的手帕啊，好像穆罕默阿里要为别人筹款的话，就把他的手套啊，打 boxing 的手套卖出去，然后得到很多很多钱，然后做善事，没有啊，啊，耶稣啊，他把这个战胜魔鬼的奖牌奖金送给我们了，不需要拍卖，所以我们的恩赐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的恩赐就是代表耶稣所得到的奖牌跟啊奖杯，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因为神是恩典的神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会有恩赐的啊，有些恩赐就是讲道了，就好像我这样，有些恩赐是做什么呢？做教导的啦，有些恩赐呢传福音的啦，有些恩赐啊就是倒垃圾的啦，啊，有些恩赐是打扫的啦，有些恩赐就是啊给奉献的恩赐啦，有些恩赐就是哇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有些恩赐是招待的恩赐啊，有些基督徒啊他们家里有3-4间房间啊，他们2间空起来啊，弄得很漂亮，来啊招待客人的哦，招待客人的 哦，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招待的恩赐，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一些人有很多恩赐，有一些人呢最低限度会有一个恩赐，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啊，所以以弗所书4章里面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有恩赐做什么，侍奉神。所以这几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特别是4章，就是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借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啊，如果你不用神给你的恩赐，你这个恩赐会被神拿掉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恩赐什么啊，然后你就把它活用出来，那么你就可以造就很多人，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间教会，我们是一个团体，是一个身体来的，可能你是手我是脚，哦，可能你是心我是肾，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啊，一个身体如果某一个地方坏了，比如说眼睛坏了看不到了怎么办呢，所以就要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了，所以就要啊那个人啊没不能够看的时候啊，他就很特别的用他的耳朵，因为不能够看他必须要用耳朵，不是用耳朵看哦，啊，他的耳朵会特别敏锐的，因为他少了眼睛，所以上帝啊会帮助他，使到他的耳朵敏锐，他可以听到啊，听到谁来哦，看听他的，他听一个人的脚步就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啊，可能那个人的眼睛看不到，可是他有很好的嗅觉，啊，谁进来啊，他就都会知道是谁来的，啊，有特别的功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一个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来的，啊，缺少你们一个都不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来聚会，我们一起唱圣诗，我们一起来崇拜，因为当更多的人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哇，我们会得到，我们会感受到，我们会领受到神的同在，我们也知道哇，这么多人唱歌的时候啊，唱出来的诗歌
都会特别有意义，对不对？有没有说两三个人唱诗歌啊？没有仪式是吗？如果很多人都一起来唱啊，反调都不要紧，反调不正确的调都不要紧，我们就是要唱，我们就要宣告耶稣是我们的王啊，宣告耶稣是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敬拜他，这样子啊，我们就得到激励啊。然后我们出去教会的时候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天要活的哦。哦，你出去教会啊，你还要等到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然后礼拜又回来哦。啊，我们必须要得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我们互相都要需要互相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啊要付出，这样子教会就有爱。当教会有爱的时候，哇，外面的人看到的哦，你不要以为他们看不到哦，他们看到，哎，你们那么有爱心，你们又那么喜欢唱歌，而且你们讲话的时候又那么斯文，那么谦卑，哎，他们也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了，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靠嘴巴传的哦，特别在你们的家里，成员有很多是吧？只要你们的态度改变，只要你们讲话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啊，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邻居会知道啊，他会问你哦，哎，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哦，你说是吗？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所以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一起改变。这样子我们的态度就越来越很好的态度越来越多培养起来了，对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在这三年里面我帮助大家放了两个很重要的柱子。第一个柱子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要大家很诚恳的借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教会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个经文，第四章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经句，第十二节。这十二节里面有三个句子是吗？第一个句子是什么呢？唯要成全圣徒。谁成全圣徒呢？就是牧师啊，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和领袖每一个礼拜都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装备圣徒，就是教导圣徒啊。一间教会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要发生的，就是有教导、有准备、有装备，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得不到装备的话，我告诉你啊，第一，可能你们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弄不清楚，因为你没有得到装备和教导啊。既然成为教会弟兄姐妹啊，教会的成员这么多年了，你要知道你得到什么，你被装备得到什么，不要糊里糊涂做基督徒啊。最低限度你知道神的话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少一个恩赐，服侍的恩赐。你要知道你的服侍的恩赐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我站在这里讲了三年，好像跟石头讲，啊，
没有没硬，好像石头这样硬绷绷。啊，现在我告诉大家，哎，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服侍神的，阿莹她有恩赐弹钢琴，啊，她有恩赐，阿珍姐有恩赐啊，成为这个交通部长，有恩赐，还有其他的能够教导的，慢慢啊，每个人都知道，哦，我的恩赐是什么？有一些人的恩赐是笑。是笑啊，看到弟兄姐妹就笑，笑就是说招待啦，很好的招待啦，你是一个很好的招待员哦，啊，下次啊你就要成为招待员哦，因为你会笑吗？你欢迎弟兄姐妹进来教会，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所以牧师要装备大家，牧师要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啊，你们要啊鼓励你们。把你们的恩赐使用出来。如果你会打功夫的话，你却没有机会使用出来。我告诉你啊，十年的功夫啊，十年过后都会不见掉啊。哦，就好像啊，牧师这里啊，以前啊，我的马斯很大的哦，啊，师傅知道我的马斯是很大的。啊，因为我时常拿硬的、拿重的东西，啊，从小的时候就收胶啊，上山下山，哇，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楼梯这样很大的，啊，可是呢，最近就没有去运动了，所以我的楼梯这软软的，没有用了。你看呢，啊，是多么的重要，嗯。OK， 十二节，再看这个十二节。第一，成全圣徒是吗？啊，我们再检讨一下成全圣徒。牧师的成全圣徒，第一当然是教导了。第二是装备了，鼓励了。第三呢，也要警告。哦，要警告。为什么要警告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仍然是人哦。我们人啊，好多时候啊，不听话喽。啊，不听话喽。牧师讲东，你就讲西。不是叫你做这个你就做那个，或者你不做，啊，很反叛的人是很叛逆的哦，所以就需要什么警告了，警告大家，啊，保罗时常警告弟兄姐妹，因为他爱弟兄姐妹，所以他要警告他们，哎，不要远离这个圈子。如果你远离了，你跑失散了，那么你就会很容易给魔鬼欺骗、试探拿掉了。哦，所以真的，我们必须要明白，牧师的职分就是要教导、装备、警告和安慰你们。啊，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啊，我们的工作很多。要有效的警告你们，要有效的装备你们，我们必须要读很多年的神学，我们必须要去圣经学院，啊，被装备又装备，装备十年又装备十年，永远在装备，很苦的。因为我们要装备自己，装备了自己本身才能够装备你们吗？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师父去上了一个礼拜的硕士的课程，啊，所以我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声音了，我看
讲完这肠道就是就是要躲起来了，不能够说话，因为整个礼拜可能是少喝水，所以就弄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装备指导大家，然后各尽其责啊，装备了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各尽其职，神给了你们的恩赐，那么你就各尽自己神给你的职分啊。你的职分是什么？问问自己，你的职分第一就是学生啊，第二就是教会的会友啊，第三呢，你就是要付出的人员啊，要服侍的人员啊。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啊，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啊，是不做工的，每一个都要做工的。你们有没有去看以前的马戏团呢？马戏团就是前面有表演，对吗？啊，坐在前排。观望的人呢，必须要付很多钱去做，是吗？他们有责任的哦，他们坐在前前，他们有责任的哦。他们的责任就是拍手啊，大声喊啊，来鼓励那边表演的人啊。可是最后坐在马路围的那些是谁啊？坐到远远的看表演，好像看到。啊，蚂蚁在摇，在移动罢了。坐在啊猴子位的，啊，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只是看罢了，看也不清楚。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坐在马路围的那种。哦，他们坐的远远，他们要看，哎，牧师有没有做这个？哎，领袖有没有做那个？他们只会批评，可是他们不出，他们就不做工了，他们坐到远远，只会咕哩咕噜咕哩咕噜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啊，一起做工的成员，一个身体。那么各位你们能够做什么？当然啊，神给了你们的恩赐，你们可以传福音，啊，传福音不是牧师的职责而已啊，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职责来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戚，自己的朋友，自己的邻居啊，这就是要你们去发为耶稣发光的时候了，你要把福音交给他们。啊，那你来到教会，装备了自己，然后回去传福音给朋友、亲戚、邻居。啊，还有呢，你们还可以成为侍奉人员。啊，你可以帮助你的邻居。啊，有些没有钱的，就买一些需要的用品给他，啊，告诉他你是基督徒，啊，你的生命这么不幸，我来帮助你，啊，你为主发光，啊，各尽其职，你可以在教会各尽其职，你也可以在外面各尽其职，哦，神。就是要使用大家为他做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啊，我们不要说，哎，我是教会的会友，普通的会友罢了，我什么东西不能够做，我只是坐在坐位置，把这个位置坐热了就算了。
坐着聊，拍拍屁股就跑掉了啦，没有啊，那么又如何成长呢？我们的成长的方式就是神的话语吗？不单靠着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活出神的话语吗？活出神的话语就是要做的吗？就是要动作的吗？哦，然后我们回去十二节，第一，得到装备；第二，各尽其职；第三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侍奉的目标。侍奉的目标就是在地上，直啊，建立基督的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们来教会的一个很好的目标。我们来就是要建立这个身体的，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要有责任来建立这个身体。如何建立？得到装备，然后活出所学的，很简单。哦，这就是牧师给了你们一个很大的柱子，这个柱子就是关乎到被装备，活出我们的身份，这个很重要。第一节到十六节说了，啊，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被装备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准备自己的心。怎样准备自己的心呢？就是要有什么谦卑啊？你看了、啊、这里说什么呢？第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忍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这就是被装备的最低的条件。好多时候你会说：“哎呀，我来到教会啊，得不到装备哦，得不到神的话语哦，什么原因啊？”好多时候都是这个原因啊，你不谦虚啊，你不温柔，你不忍耐啊。哦，你要谦虚哦，今天听了神的话语，你要谦虚的去接受，你不要抵挡神的话语。有时候神的话语真的是刺我们的心哦，要督促我们的时候，哎呀，牧师讲我的坏话，哦，所以要谦虚，要谦虚，哦，是哦，是我的弱点哦，我要被对付哦，哦，然后要有忍耐哦，啊，要有忍耐的心哦，哦，然后啊，还要什么呢？有爱心，要有爱心哦，这就是我们的被装备的最主要的条件了。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啊，你怎么样被装备啊，你都不得到啊效果。啊，神的话语要我们，哎，真的要有这样的态度啊。然后呢，第二装备的条件就是要合一啊，啊，在那里啊，就是在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死一神啊，就是啊，我们相信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同样的真理，我们要学习同样的真理。所以如果你要学习同样的真理，你就是每一个礼拜去同样的教会。哦，你不要说啊，什么真理都是一样的，我来这里我可以拿一些真理去别的教会，我有得到其他的教会，然后我去电视又听了一些啊，掺杂起来啊，那么又可以，那么又能够又怎能够
得到这样的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一神呢？啊，这是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谦虚，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有合一，第三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才能够服侍人。 OK，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柱子，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在这样的柱子上，很强的柱子上。这个柱子就是得装备啊，还没有被装备之前，我们又有我们要有很好的态度，有谦虚的态度，有合一的态度，有领受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被装备了。被装备了之后，我们各尽其职，我们可以出去传福音，我们可以尽自己所得到的装备去服侍他人。最后目的是什么？建立圣体，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成，要我们要把丹中玛丽恩典堂这间教会成为一个什么的教会啊？刚强的教会，建立这个刚强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刚强的教会是如何啊？很简单，就是刚才所说的了，有谦卑的，有合一的，有圣灵给的恩赐，然后又愿意被装备啊，得了装备之后啊，很容易的去活出来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身体了啊。一间教会的正常的身体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神会把很多人带进来，好多时候我们带不到进来，哦，我们带不到别人进来。可是如果我们各尽其职，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神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装备，装备了之后，我们要使出我们活出我们的那个属的那个恩赐，那么我们就能够建立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被建立，也就是说，这个身体会有很多很多外面的人参进来。神会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受装备，我们认真的要有很好的态度先，然后才能够得装备。得了装备，你必须要负责任的去各尽其职去做事情。啊，这就是牧师给你们的这个很强硬的柱子。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我给大家一个柱子，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这是一个很强的柱子，是我们侍奉的柱子，是我们教会的教会的丰盛生命的柱子来的。然后第二个柱子在那里啊，第二个柱子就是两年前我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有一些不在，就是关乎到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五节的，那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时间有限，可能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不过我们可以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柱子更厉害，这个柱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的，每一个人都要活出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这是保罗的劝告来的，他说弟兄们啊，包括
姐妹啦、啊、不要以为哎保罗没有写我们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些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啊、哦、你要敬重牧师，你要敬重领袖，所以上两个礼拜我们买礼物送给领袖们，告诉他们哎我们敬重你啊，好好的继续的去做啦啊，哈，敬重他们，听他们的话，然后呢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啊，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的啊。然后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哇，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尊重牧师跟领袖们呢？因为他们的劳苦，你们要尊重他们，你们要啊要奖赏他们，有时候啊买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带他们去喝一杯茶，谈谈天，这样子的哦。然后呢，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啊！这就是我们被装备的方式。要牧师领袖啊，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你们有没有不守规矩啊？领袖最知道的，他会告诉你，哎，你不守规矩啊，你要审查自己。前面灰心的人啊，你有没有灰心啊？有啊，好多时候我们都很灰心啊。去巴沙马兰不见了一只鞋子，哎呀很灰心啊，怎样回家啊？扶助软弱的人啊，是吗？啊，要向众人忍耐，同时你们也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的生命啊！然后我们要有圣灵充满的生命，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啊，知道吗？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啊，常常祷告，凡事要谢恩啊，吃饭吃汤果都要谢恩啊。耶稣谢谢你给我这一粒很甜的糖果吃，啊，要谢恩哦。啊，然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意思说不要藐视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是先知和。是先知啊，是那个啊使徒先知他们写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看待他们的话语啊。凡事要查验啊，不要看到东西就把东西放在主里面啊，你要查验啊。啊，神的话语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应该要，什么东西不应该要，什么是犯罪的，什么不是犯罪的，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啊，就是不要犯罪啊之类的东西啊，哇，这就是另外一个柱子，要我们活出一个神的话语推动的身体，或者教会，或者个人的生命。让神的话语推动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要满有圣灵的高莫，有很多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带领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有没有啊？凡事
都要祷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生命来的，我们要做的。那么我们接着这样锻炼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命啊，就会壮大。哦，这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推动力。啊，牧师把这个神的话语交给你们，直到你们能够得到神的话语被推动。啊，每一天打开这个经文来看，我应该做什么？常常喜乐，问问自己有没有常常喜乐，有没有不住地祷告啊？有没有祷告？要查自己，有没有凡事谢恩啊？哦，有时候得病痛啊，也可以感恩的哦。不要以为啊，没有病痛就可以感恩了、哦，得病痛也可以感恩的哦。啊，感恩耶稣给你病痛，直到你知道有更多人的病更比你更严重的，所以你要感恩，这样子哦。哦，不要看到别人没有鞋子穿，你就说哎呀很可怜啊，他没有鞋子穿、哦、可是你要知道、哦、有一些人没有脚哦，不是更惨，对吗？哦，所以凡事谢恩啊，你现在加 Proton Saga 不要紧啊，不要看到别人做 Mercy D 你就不爽，要凡事要谢恩 ，OK， 然后时常祷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23节这里说，啊，这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很强的柱子给了大家，啊，第一个柱子是如何被装备服侍神，第二个就是。如何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的生命，就是蛮有喜乐的，就是蛮有能力的，就是时常祷告有喜乐，凡事谢恩的。我愿神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啊有这样的神的话语的装备，使到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活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这3年里面啊，牧师跟大家说了关于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重复又重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要重复？因为好料啊，啊，你吃东西啊好料啊，你要多吃几次是吗？啊，反挑强啊，哇，吃了一次还不够啊，下次去也要吃啊。像我们去马六甲，每一次去马六甲都要吃煎对，因为好吃吗？哦，是吧？所以神的话语啊，这两个柱子啊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时常要回去看这两个柱子，使到我们得装备。我用了3年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两个很重要的柱子，跟这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借着这两个柱子行事，知道吗？我们仍然要回去的哦，是啊，过了这3年啦、啊，我们仍然啊，我们会探讨其他的经文，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的，可是我们仍然要回去的，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很重要，第3罗马第5章很重要，我们时常要回去，因为这是我们的柱子来的，没有这个柱子，这个房间会倒的，来。足够吗？今天下午足够吗？足够了我们就祷告了，不足够我们再谈。让我们站起来，站起来，我们领受神的祝福。今天神的话语跟我们说了这两个很重要的柱子，我们要建立稳妥，使到我们每一个都建立在这两个柱子上，因为这两个柱子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刚强的信息，美好的信息。在这3年里面，我们建立在这两个柱子上，更重要的，我们建立
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使得我们不会动摇，因为神的话语是那么有力量的。我们要信靠神的话语，我们时常要听神的话语，我们也要祷告神的话语。哦，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神啊，求你给我天天有喜乐的心，对吧？神啊，帮助我每一天祷告。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做的哦。让我们继续说。是的，今天神的话语释放出来，造就了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感恩。我们心里不平安的，接着神的话语我们得平安了，我们要感谢他。我们心理上有烦恼的，听了神的话语我们的心得释放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得到造就，求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活出更美妙的生命，直到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人来信靠主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这么清楚地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职责，就是要被装备的职责。第一个职责就是各尽其职去侍奉你，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神的身体。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智慧，带领我们，软弱的求你来刚强，在属灵里面贫穷的，主啊你来供给，使得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建立一个刚强的信心的基督徒生命。主啊谢谢你把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主啊你成全你要弟兄姐妹成全的事情，帮助他们活出喜乐，帮助他们凡事祷告，也帮助他们凡事谢恩。主耶稣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圣的名， Amen， Amen， 愿神祝福大家。